对，大家透过歌变成一个桥，透过同样的文化语言，在这个桥，桥越大，浪声就越汹涌。你看看，我是从最早最早的民歌开始，现在是剩下我一个人在唱了。乡愁从以前的那远远的乡愁，变成不一样的一种乡愁，也有都市乡愁，也有所谓的以前的传统的乡愁。那么这些东西都存在我们周围。那么你现在你手机上每一个人一个手机联手，你就可以听到全世界所有音乐的元素，但是你还是有自己的东西在的。你要表现出自己的那个样子。我们同样同宗，同样的文化，同样的语言，我们不必透过太多的设限，直接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颂赞我们所看到的事情，看到的土地。那这个是最重要的。